Take one. Up. Yep. And action.啊，我一开始看剧本的时候，我就觉得鼠仔这个人是一个蛮屁的嘛，屁孩嘛。跟信德就是牛打完之后，信德走了，我跟着镜头走，然后离开他们的时候，我心里是在想，妈的，你朋友没了，兄弟没了，我还有什么意义啊？都是我最信任的人嘞，我很想 gang 住，可是那时候已经毒瘾发作了，已经开始想要倒下，可是我要 gang 住，可是情绪又到了。就哭出来了，因为全世界都倒了，他们就是我世界，什么都没有。其实鼠仔这个角色其实就是一个蛮悲剧的人物。